八卦掌是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八卦掌自东海川传世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八卦掌取名于《易经》，是以八卦的思想理论为指导，以走转的方式进行掌法变换的一种内家拳术。 八卦掌不仅有攻防搏击的技能，更有强身健体之功效，是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华之国粹，是武术之精华。隐士八卦掌源于东海川，始于隐伏，传练于皇宫内，又称帝王之拳。隐士八卦掌。 是八卦掌中最重要的一大支派。隐伏先师，字德安，号寿鹏，河北蓟县人。隐伏先师是东海川先师的得意高足，深得其八卦掌之精髓。隐伏先师一生授徒众多，收受弟子，在收受弟子时，授之有方，因人而异。 因此，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本人自幼在家父的督练下习练隐士八卦掌，家父王府先生是隐伏之子尹玉章先生的得意门徒，一生中研习隐士八卦掌，著有《长寿功》和《隐士八卦掌》等书。一生中。 研习隐士八卦掌，对隐士八卦掌的研究颇有造诣。本人炼制十几岁时，由家父力荐拜隐伏之外孙何中奇为师，是何中奇老师的唯一亲授弟子。本人在家父恩师及本门。 领悟了八卦掌的奥秘，掌握了隐士八卦掌的特点和训练方法，介绍给大家。大家好，下面向大家介绍隐士八卦掌的腿法。腿法在隐士八卦掌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隐士八卦掌的腿法多变换，无论是在走掌中、套路演练中和技击中，腿法的变换较多。 在用腿时，也充分体现了隐士八卦掌的特点。冷弹脆快硬，在腿法运用中充分的能够体现出来。所以，练好隐士八卦掌的腿法，是练好隐士八卦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隐士八卦掌的腿法。第一腿，蹬腿。下面，我先向大家介绍蹬腿的连续动作。蹬腿。 下面。
我向大家介绍分解动作。蹬腿开始时，身体立正，目视前方，两手自然下垂。第一动，两手手掌掌心向下，指尖向前。 再踢腿时，先迈左腿。下一步，在蹬时，重心移至左腿，抬右腿，向前蹬，出左腿。 抬右腿，向前蹬。在蹬右腿时，用力是用脚跟、脚心向前抬起后，向前蹬。再做一遍：出左腿，抬右腿，向前蹬。下面我做一下右边的动作。 出左腿，向前蹬。出左腿，向前蹬。再做一遍。出左腿，向前蹬。下面做一下右边的动作。左腿向前迈前一步，向前迈一步，蹬腿。 左腿向前迈一步，蹬腿。左腿向前迈前一步，蹬腿。在蹬腿时，要注意抬腿要抬得越高越好。在蹬的时候，这腿要脚心向外，向前蹬，向前直接蹬。 要右腿也是这样做，就迈右腿蹬左腿，迈右腿蹬左腿，迈右腿蹬左腿。 练习蹬腿的注意事项和要领：要上身，要正，要含胸；抬腿时，身体不要往前，身体还是要后，往下坐。身体往下坐，身体坐的同时往前蹬，要蹬出的要有力。 要用脚跟立在脚跟和脚掌向前蹬出，两个腿要反复训练。蹬腿时可以直蹬，也可以转着圈蹬。 在演练八卦掌、转掌中，也可以用蹬腿。下面我介绍一下：蹬腿，蹬腿，再转。 在蹬腿中，可以在套路中使用，技击中使用，在走掌中使用。到锻炼的熟练以后，可以运用自如。蹬腿就向大家介绍这里。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隐式八卦掌的兜腿，我先做一下示范。 下面我做一下分解动作。分解动作开始时，目视前方，两手自然下垂。第一动，先掰右腿。在掰右腿的同时。 两手交叉，再掰右腿的同时，要含胸，溜臀交叉，左腿屈膝，两腿交叉，下一动，重心由。 左腿移至右腿，移至右腿，向右前方用力兜出。再做一遍，掰右腿，两手交叉，左腿重心移至右腿后，左腿抬起，用力向。 右前方兜出，兜的时候，两手配合向外展，掌心朝下。再做一遍，掰右腿，两手交叉，抬左腿，兜，好。 这是往右兜，往左兜是掰左腿，两手交叉，右腿向左前方兜出。再做一遍，两手掰左腿，两手交叉。 兜腿的要领，在掰腿时，左腿、右腿掰腿时，左腿要屈膝。在上左腿时，兜的时候要朝着地面，朝着地面兜，朝地面兜。 主要是用于兜对方的脚踝骨、脚踝和脚部的根部，擦着地面，啪，就是擦着地面兜。兜的时候，注意呢，要脚尖要向上，脚尖向上勾，勾着兜，勾着兜。 要坐腰松胯，身体下坐，上身配合两脚发力，脚和手的发力要互相配合，要一个劲儿。好，兜腿训练介绍到这儿。 下面向大家介绍隐式八卦掌腿法中的正身跺子。下面我向大家演示一下。
下面做一下分解动作。分解动作，目视前方，两手自然下垂，身体放松。第一动，出左腿，左腿略向外掰。 左腿略向外掰，重心在右腿。同时，上右手做带手掠腕动作，右手做掠腕带手动作，左手抓住。 对方的肘，出左腿的同时，两手抬起，右手抓腕，右手带腕掠腕，左手抓肘，抓肘，出左腿。 左腿略外掰，上，右手，左手抓住肘，重心将左腿、右腿移至左腿，移至左腿，向外，向左侧。 蹬出，蹬的位置呢，大约是对方的迎面骨这个位置。你想象中是这样，出，出左腿，蹬，蹬的时候是这么蹬。再做一遍，左腿。 外掰，两手互相配合，往外，往右带，右腿向前蹬，右腿向前蹬。好，再做一遍，左侧，左侧，右腿外掰，左手。 训练中的要点和注意事项，在正面跺子的训练中，要注意，在蹬时要掰，掰时要坐身，坐身，两手在意念中有对方的手，掠住，这个手是为了护对方的肘。 在这腿开始向下跺时，向下跺时要有力，要有力，反映出隐式八卦掌的冷弹脆快硬，啊。隐式八卦掌正面跺子就介绍到这里，下面。
今天向大家介绍隐式八卦掌腿法中的侧身跺子，我先演示一下。 我做一下分解动作，目视前方，两手自然下垂。第一动，掰右腿，右腿掰的时候要大一点，大一点，掰右腿。掰右腿的同时，右手。 向右侧方掠，掰右腿同时，右手向右侧方掠，重心在左腿，重心移至右腿后，左手从左胯部向前。 向前，用小臂滚动，用小臂滚动压住对方的小臂，用小臂压住对方的，用小臂滚动，滚动压住对方的小臂。同时呢，要转身，转身，下一步。 转身后，腿、左腿向外蹬出，左腿向外蹬出的时候，劲是在左脚掌的掌沿，在左脚掌的掌沿。在右面呢是向左掰，左边是向左掰，右腿左手。 左手，左手，里边，右手滚动，压住对方的小臂。上右腿横蹬，向下踹，掌沿要脚的外掌沿向下蹬，蹬的位置也是对方的迎面骨。下面我讲一下。 隐式八卦掌侧身跺子的训练要点，在训练时，掰腿时要大一点，掰腿时要大一点，在掰的同时，重心是在左腿上，掰右腿的同时，重心在左腿上，在左腿，左腿要屈膝，在用手的时候呢，是。 手两手的配合要一致，两手的配合要一致，是滚动，是滚动，用左小臂滚动下压，下压。出腿时要使脚的外掌沿，脚尽量往里扣，脚往里扣，要往里扣。这样呢，要动作是。 一气呵成，一气呵成。动作呢可以左右交替使用，在使用时要连贯，要根据场地的环境，自己呢随心所欲，走哪个方向都行，这样锻炼自己的灵活性。隐式八卦掌侧身跺子，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隐式八卦掌腿法中的如腿。我先做一下示范。
下面我做一下分解动作。做分解动作时，身体立正，双手自然下垂。在做时，出右腿，出右腿，左腿屈膝，两膝要并齐，两膝并齐，还是眼当护膝。当左腿重心移至右腿时，左腿擦地面一寸许，向前踢出一寸许，擦地面一寸许，向前踢出，主要是推踢对方的脚的踝部，脚的踝部。伸右腿，左腿向前踢，踢对方的踝部，两手下摁，掌心朝下，在踢右腿时，左腿向前迈，右腿屈膝，踢的时候找对方的脚的踝部，也就是脚脖子，再踢，落稳以后再踢。踢的时候要稳，要快，快，身体要保持正，坐腰。好，下面我讲解一下要领。如腿在训练时要身体保持中正，还是沉肩坠肘，含胸坐腰，下坐的时候身体要有沉的感觉，整个要沉，一沉腿发出呱，发出松胯，发的时候力用在脚尖，力是在脚尖，绷脚面。要松胯，坐腰，力贯至脚尖，有一种弹出，冷弹脆快硬啊，也反映在这里。在训练时呢，也可以随意走动，可直趟子，也可以圆。这就是隐士八卦掌如腿的训练，就介绍到这儿。下面向大家介绍隐士八卦掌腿法中的切腿。先做一下示范动作。现在做一下分解动作。切腿第一动，身体立正，两手下垂，向前掰右步，向前掰右步，要步子不要太大，掰右步，重心在左腿，手右手脸腕
左手压对方的小臂，但是这压的时候跟他的横舵子呢，要动作呢要小一点，要小一点。切的时候，当重心移至右腿时，左腿抬起向下切；重心移至右腿时，左腿抬起向下切。再看一遍，掰右腿，右手里腕，左手滚动下压，左腿抬起向下切，斜下方切，切的时候力用在脚掌和脚跟，脚掌和脚跟。当出左腿时，左手捋腕，右手滚动下压，滚动下压。当重心移至左腿时，右腿抬起向下切，抬的时候要快，切的时候用力，也是脚掌向内扣，力用在脚掌和脚跟，脚跟向下切。它的位置主要是在近身的时候，两个人贴近的时候来用。用横舵的时候比较远，是横舵，切是向下，向下切。两个人近身很近了，离着很近了，捋住腕以后，使腿的时候，上边捋腕，底下上身不动，抬起，往下切。在用的时候是捋腕，上身要正，含着胸下切，基本上对方看不出来是你在用腿。这呢是切腿的要领。我再做一遍，切腿，好，切腿的要领呢，就是因为两个人对方彼此比较近，离的距离比较近，在这个时候呢用切腿，切腿捋住对方的手腕以后，迅速的另一只手滚压对方。在使切腿的时候，当对方还没有感觉到你的上身动，因为上身不动的时候，腿已经切下了，切是从上往下，从髁膝盖以下往下切，往下切，切的时候要用力，劲儿用在脚跟和脚掌。切腿就向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向大家介绍隐士八卦掌腿法中的摆腿，先做一下示范动作。下面我讲一下分解动作。分解动作开始时，目视前方，两手自然下垂。开始，左腿
向左侧方跨一步，呈半弓蹬式，左腿向左侧方跨一步，呈半弓蹬式，同时左手抬起呈照掌，左腿向前向斜侧方跨一步，左手向上抬起呈照掌，右手向后呈撩掌姿势，左手呈照掌，右手呈撩掌的姿势，眼睛要看后手，眼看后手，重心在左腿时，右腿抬起，抬起，重心移至左腿时，抬起，这边再做一遍，跨，右步，右掌呈照掌式，左掌呈撩掌，重心在左腿时，右腿往上往外掰，我再做一遍，跨，左腿照掌撩，移至左腿，右腿往外掰，踢出，踢出，踢的时候是左腿外，右腿外掰，掰的同时小腿往外扬，脚心尽量向前勾，脚尖力在脚尖，在训练时左右反复训练，慢，左腿慢，右腿反复训练，训练要领在摆腿时，身体要初步时，身体要随着步子的方向来转，转身时要随步而动，转身步子一起，身子要转过来，翻腿时眼睛看着后撩起的后指尖，翻腿坐腰松胯，发力弹出，这样体现出隐式八卦掌用腿的冷弹脆快。隐式八卦掌腿法中的摆腿就介绍到这儿。下面向大家介绍隐式八卦掌腿法中的截腿。我先做一下示范动作，
下面做一下分解动作。分解动作，目视前方，两手下垂，出右腿时，右腿向前迈一步，两手下按，掌心朝下，指尖向前。当左腿重心移至右腿时，左腿抬起，抬起向下，左腿重心落往后，出右腿，右腿。在用力时呢，是脚掌要向里勾，脚掌向里勾，脚心向里，脚心向里，是扣起来，再往下，往下勾，扣，往下勾，主要用于对方的来腿、来手和器械拦截。它的要领，当初步时要快，起步时也要快，腿要抬高，抬高时往下截时截住，落稳以后另一只腿再出腿往下截。所以练习这腿时呢，要用力，要腿、腰、胯、身要合一，用力连贯，两手撑住，保持好重心，这是截腿的要领。在训练时要反复训练，左右交替练习，练习以后可以任意的方向可执行，可任意也可以画圈，这样呢就达到了你训练的目的。截腿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再向大家介绍几种隐式八卦掌腿部练习的方法。腿部练习对于使用各种腿法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练习腿部的时候也要有几种方法增强腿部的力量和脚底根部的力量，使得在练习套路中和技击中脚底有根，能站得稳。下面我向大家介绍兜腿，先做一下示范。做一下分解动作，兜腿练习，出右腿，左腿在兜腿时是擦着地面，尽量往里，往腿的内侧向上兜，迅速抄起。出右腿，左腿重心移至右腿后，
抄起，尽量抬高。出左腿时，右腿抄，手放下。兜腿呢，主要是兜对方的脚的根部。对方的腿从根兜起，迈步抄，迈步抄，向上兜，迈步兜，兜腿的训练时要注意，另一只腿在兜腿时起腿的腿要快，要抄地面，向上抄，擦着地面向上抄，主要是抄对方的站住的那只腿向上兜。抄时呢要坐身，坐身，身子往下沉，一沉上面还能用上劲，所以呢要求腿、胯、身要动作连贯，要均匀合一。这是隐士八卦掌的兜腿，就介绍到这儿。下面再向大家介绍隐士八卦掌腿法中的磕脚腕练习。我先做一下示范。我再从侧面做一下，要看清楚。再从这边看一下，下面我做一下分解动作，迈右步，左步，左腿向后兜，兜的时候要仰脚腕，脚尖冲上，脚尖冲上，脚的根部用力兜向自己的前脚的踝部，仰脚是吧，出腿仰脚，尽量往上勾，磕的时候要往下勾自己的脚的踝部，出腿抬腿勾，往后往后击打自己的脚的踝部，踝部用后脚腕勾自己的脚的踝部，也可以配合上肢，上肢是出右腿，两手交叉，在侧面坐下，这样呢更便于自己的用力发力，整个身子的力。这样练习脚自己的根部，这是兜脚腕，兜前脚，脚的踝部，
这个注意事项呢，要兜的时候要用力，脚尖尽量往上抬，也可以有假想敌，兜对方的，用自己的脚后跟，兜对方的脚后跟，使对方失去重心，兜。好，这是兜脚腕练习。 就介绍到这儿。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隐式八卦掌腿法练习中的兜后脚跟练习。我先做一下示范动作，我再从侧面做一下。 再从这边做一下。好，下面做一下分解动作。兜后脚跟时，出右步，右腿，左腿将重心移至。 右腿时，左腿还是左脚，要脚尖尽量向内勾，向内勾来击打自己的后脚跟，向前击打。 再做一遍这边的动作，出左腿，右腿要勾，向上勾，勾，磕自己的后脚跟，后脚跟要勾自己后脚跟，也可以配合上步。 这样呢，就是练习自己的根部脚跟部的力量。自己兜时候，要自己要有根。自己有时候兜的力量要大的时候呢，自己要向前要逐渐呢，自己呢脚底下要生根。它的要领呢，就是在。 兜腿时呢，磕，要前腿，右腿站稳后，左腿再向前方磕去。这样，一个是练习自己兜腿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锻炼自己。 根部踝部抗击打性。好，隐式八卦掌腿法练习的兜后脚跟就介绍到这里。以上向大家介绍的是隐式八卦掌的几种基本腿法和腿法的基本练习。隐式八卦掌腿法。 它的特点是腿法多、多变化、灵活多变。它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从实战出发，没有只图花哨的动作。每一招的动作脚踏实地，在运用时是手脚齐发、手脚并用，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在动作时是连贯，在训练时要每一个动作要准确到位。所以讲，脚不稳，身必摇；脚踏实地，
胜千招。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训练和演练中要脚踏实地的练，一招一式的练，一定能够把隐式八卦掌的腿法练好。以上所讲的隐式八卦掌腿法练习就向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